都破的相声，你像我两份工作，真的我不骗各位，我当这个相声演员呀，和当这个科学家的时间非常充足。有时候那边一忙起来，这边就没办法兼顾到，所以说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很多朋友捧你。喝当什么的时候别问，我说你说别问，不要在台上老吹嘘自己。那个逮了一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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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科学家干嘛呀？咱说实话，您说清楚了。闭嘴！没完没了了，是不是？再给我一点，没完没了了。好家伙，不要老提那，我说了，现在就是相声演员，科学家的事儿咱不聊了。您都说三遍，我说什么三遍？科学家，闭嘴！怎么就拦不住你了？不让说不让，非要来说，干嘛呀？非要来说，进来了不爱吹嘘，不爱一遍一遍。行吧，行吧，既然如此，各位，我是一个科学家。谢谢谢谢。既然大伙呢，都看出来了，谁看出来？就你自个儿非往外说，那不用说呀，那不用说呀。实话都不让人这个在大伙面前介绍介绍了，怎么就是实话呢？你哪就是科学家了？中科院听说过没有？中国科学研究院，我就在那儿工作。中国科学研究院知道吗？您在那儿工作，你是听不懂中国话是吗？你是听，你这个话跟我都不挨着。我说我就在那儿工作，知道吗？您在那儿工作吗？废话，我就在那儿工作。废话，这谁天天的能见科学家呀？不让人震惊一下吗？这有什么？我很平易近人的小鬼。您才多大就管人叫小鬼？我多大？我能当你起码不是说你当你叔叔了吧？我这个年纪，当时我是江来说。敢问您今年的岁数是？你看不出来？您觉得我多大？20多岁呗。别说话。你再说一遍。20多岁。我是20多岁吗？我一点也不像60后。60后，我50多了。你看不出来啊？50多了。哦，是吗？老科学家了。对了，哦，一直从事这个科研工作，在中科院啊。你甭管了，在中科院。我得批评他两句。你请求科学家问题就这么问，研究啥？尊敬一点。老师，老师，你研究什么问题呢？您问什么问题？是不是？您研究什么问题呢？啊？研究什么问题呢？你这是什么？我不明白。尊重一下嘛！我真是的。哎，研究啥嘛？先考考你，谁刚提的问举手。二楼不许回答。解释一下为什么二楼不能回答吗？二楼，你说，那你说，中科院都研究啥？谁在那儿工作呀？我靠，中科院多了，是多了，底下下辖的研究所多了，知道吗？这我不了解了。下辖的研究所，研究天文的，研究地理的，研究物理的，啊，研究各种各样的，研究什么的都有，每个所都在。这还能串呢？每个所都待过，在这儿待一段时间，干得太好了，他们不让我干了，给我弄走了，没有那个所了。找到那个所，在咱那个所再待一段时间，哎呦，干得又太好了，他们看不惯，又给我排挤，跟说相声一样的，知道吗？到处排挤呀，争斗啊，就是这种状况。在天最开始在天文所干，啊，干得太优秀了，他们不行了，求求你，走吧。没办法，那我走吧。跑到研究物理那里，哎，滚走吧，就又走了。后来没办法了啊，自己出来单独的带这个，就是新的这个学员，带这个学员嘛。科学家也带学员呢。对，带学员嘛，我带这个孩子科的，把他们都叫过来。不是不是，科学家还给字呢。对，我自己单方面的，我先收孩子的，我反着收的。哦，我带着下一辈吧。海王是四，四王是腾腾。你
你说你没有包袱，你甭甭展开说这些了。我看跟我们一不一样。我带那些孩子来啊，哎，到处的研究啊。后来我培养出来一批优秀的，就是那个动植物学家。您这科学家怎么又培养动植物学家？你有病是不是？你要是这个层次，咱就别聊天了，行不行？不是，您不是科学家，怎么又培养动植物？你这培养生物了？你是不是有病？您不是，哎，您不是背贯口的，怎么又说相声了？你好像这患大病似的。废话，贯口就是相声里的东西，知道吗？这科学界我们不了解，您甭跟我说。你不是不了解，你像有病似的，你像没有常识似的，你知道吗？您不是科学家吗？怎么还研究动物植物呢？对吧？哦，这下面分支科学，刚跟你说了半天了，天文、地理、物理，你这听什么？你在这都包括呢，这都。哎呀，气死了，不聊这个了。咱们接着说相声，一会儿别说了，别跟我生气，您接着聊您的。等一会儿干露馅，咱就说这四分钟的事。露馅儿是吗？一会儿你露馅了，你这点知识知道吗？全给你露出来了。你我没多少知识，主要看您的知识吗？不是，研究过动植物，带过动植物学家，知道吗？啊，都是您的学生。哎，到处的带他们研究啊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跟你那弱智样子一样，是吗？老师，这个东西您吐槽啊。这是我呀，我为什么吐槽我自己？还知道呀，老师。这个东西是，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，孩子？这个东西，这是一个很少见的动植物，记住了，这个叫狗啊。老师教你。都说学家了，不认识狗。这是狗肉，他肯定不认识了。来，拿筷子，来，孩子，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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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。您这是研究吗？吃啊，吃饭得教寓教于乐吗？老师，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那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孩子，这问的对了，这是一个动植物结合体。这还能结合？动植物结合体。哎，你看这外头那个白白的、白色的那一圈，那个叫小麦，知道吗？中间那个黑黑的，那个叫猪。绿绿的那个叫青椒，记住了吗？肉夹馍。你有病是吧？不是说一狗肉就都是吃，都往吃上粘，肉夹馍干嘛呀？肉夹馍那是你们社会上叫的这个俗名学名啊。学名呢？肉夹馍。哎，咱们这个观众发起嘛，哈揍知道吧？对吧？瞎揍，来，多长时间？肉夹馍。哎，行了，这是表面。哎，这还是吃啊？怎么了？说到底就带着学生吃啊？寓教于乐吗？寓教于乐吗？不相信我？不相信呢？说跟教了这么多科学道理，您是哪有科学啊？跟分享这么多东西，一个都没感觉到震撼吗？一个。非要让我拿出我那个压箱底的那个研究吗？您有吗？压箱底的，我说要拿出来肯定就有啊，不在底下压着呢吗？说拿出来就给你拿出来呀、啊！你拿出来我们看一看，把我压箱底的研究拿出来啊，朋友们！啊，真有箱子！最新的研究啊！啊，最新的研究怎么着？万能科学。嗯。什么叫万？看看人家孩子这个捧哏，真叫人！人坐第一排，我说万能科学，你那多愣！我说万能科学，人家你什么叫万能科学？你像个二货似的，这孩子跟得多紧啊！接着捧，知道吧？干得好我就把他换了，知道吧？万能科学，啊、嗯！科学，世界之上万事万物，据我研究，朋友们离不开七个字。哪七个字呢？阴阳金木水火土。这话就是在阴阳金木水火土。阴阳金木水火土七个字，万事万物，你随便在这个世界上，你随便找一样东西，你随便找，我不来，你可以随便挑。哎，我立马我都能给你从这个当中找出这七个字来，万只要是这宇宙上你能看见的东西，你找这桌子是吧？行，好，哎，你既然挑了这个桌子，那我就给你讲讲这桌子为什么有这七个字。我说桌子了吗？我没说桌子呀。
话多。他没说你话挺多，那你说，那你挑一个呗，你挑你挑，你随便挑，你随便挑个东西，你挑，别挑桌子，别挑桌子，别挑桌子，弄死你，哎，你挑。你这吓唬我，不是吓唬，桌子就在眼前嘛，大伙儿都看得着，嗯，好举例子吗？那您就说一说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。先说这个阴阳，对，桌子面为阳，桌子底儿为阴，能解释吗？听懂了，孩子？没听懂你乐什么？这说的没毛病，你看阳光照进来照得着桌子面，照不着桌子底儿，太阳照得着为阳，照不着就为阴吗？这很简单嘛，这能解释？那桌子有筋吗？桌子有筋吗？这你都不知道？要不说你肖子科来的晚。敢问您的艺名是？你甭管那个，你甭管那，我现在以科学家的身份说话，你甭管起艺名那些。要不说你们肖子科来太晚，你问他们龙字儿更不知道。桌子有筋这事儿不知道吗？这桌子是当年剧场建的时候谢金买的桌子。您放心，他那么抠不会买这桌子。这桌子的筋本身有吗？本身有筋呢？哪有啊？你别说本身呢，桌子嘛，这桌子什么材质的？木头的啊、嗯，木头它是，哎，木头它当年它是怎么变的桌子？木匠师傅他拿什么做？奔凿斧锯什么材质的？铁的。铁字怎么写？金字边。谢谢。不是，我说这字儿金字边沾金就算，科学就是如此严谨。这么严谨吗？科学就是这么严谨，沾金就不是我胡搅蛮缠啊。啊，桌里它不也有那个钉子吗？金属的那个钉子吗？对，那这是金属的。对，还得给它拼接。谁说榫卯？闭嘴。你说的。是不是吃人了啊？懂得还挺多的。小破分。谁说的？少算乱七八糟的事情。榫卯钉。这愚蠢。别听孩子胡说八道。这愚蠢。他懂什么呀？这愚蠢。我是科学家。榫卯那也得靠那个铁器奔凿斧锯，它刨出来，啊，都得有金属，得有金属。那桌子有木吗？你说那啥子？桌子有水吗？哎呀，什么有水吗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清清嗓子告诉你吗？哦，桌子得有桌子原来什么的？木头的。木头原来呢？树。种树的时候不得浇水吗？孩子都笑话您了，浇水都算啊？孩子是笑话你，为什么笑话你？你不浇水，树怎么长起来？树长起来离不开阳光、空气、水吗？这点基本的知识你不懂？你不浇水，树怎么长起来？不长起来，拿什么做桌子？有这桌子，必须得有那个水，知道吧？好，哎，桌子有火吗？你看你现在这工作干的，你屁都不是啊！我把孩子比如那边又是，哎，你看，那个情绪都特别的准确，你知道吗？桌子有火，哎，我没看见他的脸，我都想着他的表情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刚才孩子也是，哦，你老在疼，哎，流血了，跟要死了似的，都比我是不是？你看看，哎，我们好像跟人学习。行，那咱们就接着说那个，我说完了，那么就说这个哪儿说完了？不说了很多话吗？哦，说就说完了。火嘛，桌子当然得有火了。啊，当然有火呢。桌子当然得有火了，这事儿你没赶上，是吗？远古时期，远古时期，大伙都没赶上啊。远古时期的时候，嗯，有这么一族人，叫燧人氏。知道吗？知道。听懂了、啊、还得学了吧？不是，是不是？说你的长，还得学。燧人氏怎么了？你们也不知道。常识吗？燧人氏发明了什么？知道吗？据古玩课的这个东西。人不知道。燧人氏发明了什么？反目取火。哎，你看有孩子知道，你还拿本书来出相声来着？还真抱本书，你那什么书啊？那是。他一脸瞧不上我，那你那什么书？你看不懂。现在孩子都太
太厉害了，好像捧本书来的，钻木取火。钻木取虽然是发明了钻木取火。这是您需要的捧哏，我还不饿了，可能是说这个口音啊，不都钻木取火吗？怎么钻木取火呢？哎，北京话就这样，因为我们相声呢，它是以这个北京音为基底，有这个。用不着解释啊，乐完就完了，还得跟解释为什么？新观众普及普及嘛。所以一般都上口，这上口，你比如说这个莽撞人这个贯口里啊，等会儿歇会儿，有时候他也念莽撞。歇会儿，孩子不想知道这些，他乐了再来。好，火说完了。等会儿，你老划过去，钻木取火怎么了？木生火。有木才有个火，所以逢木必有火，不用解释，知道吗？树老自焚，树年头长，自个着了。哦，这就有火了。当然了，那有土吗？就你们几个老乐乐乐乐，给这帮孩子听开心。有土吗？有土啊！树在地上长，地什么地？土地吗？到现在为止，今天你挣那几百块钱，你应该分成三份，知道吗？我不要，还你一份，那一份，那一份，知道吗？都给你们，都给你们。好，这就是有了这七个字了。对了，阴阳金木水火土，万事万物同一理。这随便拿桌子举个例子，那照您这道理，我换一吃的也有这七个字呗？怎么换吃的呀？怎么？您说万事万物呀？没问题啊，随便随便挑，你们随便挑出一样东西来，我都能给你从中找。什么手机？郭德纲。郭德纲。郭德纲算什么东西？郭德纲嘛，没法说。可以说刘晓婷，不能说郭德纲，可以说孟鹤堂就行，不能提郭德纲。那你说说孟鹤堂有这七个字吗？我告诉您，高层领导不可怕，最可恨的就是中层领导，你知道吗？最可恨的就是只管你的那个领导了，知道吗？讲述你的故事，不说那些，郭德纲最好找了。他醒着为阳，睡着了就为阴。郭德纲他名字里不就有一金字边吗？这都很好找。你甭提他们了，在台上呢，你按你的思路来说。我要问，我就想问，我上台之前我吃了一个苹果。好，说郭德纲这个。好，您哪个都想躲是吧？什么苹果吃的哪有这七个字啊？苹果半拉红半拉青，红的为阳，青的为阴。因为红的这面在树上的时候没叶子挡着，太阳晒得着，它是阳。我看到那个图画台了。青的那边叶子挡着了，太阳晒着为阴，知道吧？哦，就跟桌子一样。哪有金？苹果在树上。你这问对地儿了，我哪人？陕西延安富县人，苹果之乡。打听打听去，我从小见的苹果它怎么长的呀？你那苹果也不出名。苹果，苹果熟了之后，呀，才有个叫呀苹果。你今儿没，今天没给你寄啊！你能吃了吗？苹果，你说我吃不吃？吃了，吃了，吃。苹果长大了之后，你得拿剪子搅。啊，对，剪子搅完了。哎，有人说手摘也行，不行？为什么？一看你就没种过苹果。你一摘它不带那个瓣儿，你不能愣揪着，你得搅，搅完它有那个瓣儿。哦，必须得剪。哎，对，得剪，这不有劲了吗？可以。剪子是铁器，带金字边。就是，就还得找铁器。不是，反正你甭管，有沾金就算，知道吧？你甭管，我不让他弄铁器就完了。这叫什么话？苹果有木吗？苹果树木头的呀。苹果有水吗？咬开了它有那个甜水啊。苹果有火吗？钻苹果取火吗？这不都有了？土，苹果树在地上，土地吗？不都有了？啊，还这么找是吧？不用苹果钻苹果取火，肯定不像话了。
啊，那怎么回事啊？吃了苹果红红火火吗？哎呦，红吃苹果可以败火吗？这都可以啊。你骂我们家苹果我很上火呀，这都可以啊。好，这就有火了。给你寄完，你吃完了说我们家苹果不好。啊，我吃的挺好的，不出名就是。啊，那我再问一下行吗？随便问，随便问。啊，我再问一下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刘晓婷也该上台了，是吧？我去叫叫他去。别急，别急，我问完再叫，我替您叫，行吗？那可只能问最后一样。啊，最后一样是最后一样，不能再为难我了啊！最后一样，行，还是吃的，还是吃的，行，行吧？平常咱们吃的山楂。你这有病，山楂跟苹果一样都是水果，拿出一个山楂来，半拉红，半拉红，掰开了里头白的，唯一，不溜不溜，外边没有，跑里头去了啊！外头太阳晒不着，太阳晒不着就为阴吗？晒不着就为阳吗？对不对？阴阳就有了。早知道说西红柿，你要弄死我！阴在哪儿？拿剪子一搅，这个山楂它熟了，它就熟了。你拿什么？剪子是什么？等会儿，铁器，铁制。我不拿剪子搅，那您竹竿帮，什么竹竿帮？说这也没毛病，拿铜竿一帮啊。铜竿干嘛？竹竿，铜竹竿一帮啊，它确实。有铜竹竿吗？这帮掉地上摔烂，没法吃了，掉地上摔烂了。我就爱吃烂的。你怎么这么格色呢？你？对，我回家做果酱，有劲吗？有劲，有劲。着急，真是哪有劲？过去那个大罐的这个。你说说的是什么？山楂，山楂，大罐山楂见过吗？没见，给你普及普及。什么呀？北京的庙会，你们过年可以逛逛去，卖的大罐山楂的，就是拿这个馅儿给这个山楂、山里头穿一串，挂脖子上，好吃又好玩。问你，山楂是哎，山楂是硬的，可是馅儿是软的，你拿什么把这馅儿给它穿过去的？从馅儿捅。真啊？没有真。只有竹签，竹签得有那个尖，你拿什么削的这尖？小玻璃碴咔哧，玻璃碴咔哧，它不像，它不像那个刀，它有那个毛刺儿。对，它的尖有毛刺儿，你怎么办？地上蹭，地上有劲吗？你别着急，你看，你听我讲，想想，山楂最常见的就是糖葫芦了。哎呦，糖葫芦吃能治糖尿病？对对对。糖葫芦吗？对，你别闹，真见过。对，猪肉口上就这么卖糖葫芦。哎，糖葫芦拉个口，对，拉个口搁点东西。哎，哎，你拿什么拉这口？拿线勒，一勒一个。你看里头那壶，你怎么办？你那壶你拿什么给它翻出去？小手指头抠出去。糖葫芦你得熬糖吧？对。哎，你拿什么锅熬糖？砂锅。砂锅，对，砂字怎么写？一个十一个年少的少，那锅字呢？金字边，有金了，还找着了。